好，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成果。来，我和老爸。嗯，和爷爷。和爷爷辛苦两天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一个扑霸。啊，爷爷感觉怎么样？嗯，好玩吗？嗯，结实。结实，这都是手工拧上去的。对呀、啊，到时候线从这里出来，出来的线、哦、进去了一大堆。快走！来，爷爷，爷爷来给我们展示一下。在这里，把他们把全，我爸爸把全都藏在里面了。嗯，然后爷爷是包的这些线，嗯、做的是隐秘工程。对，这里的线，这是这里有好多线，他们把它都藏在这个板一字板底里面了。啊，这样子好看没关系？对，就看不见了。哦、然后这里面其实这个，这个大盖板里面，都是密密麻麻的线。这里面都是线。对，密密麻麻的线。为什么装铺吧还有很多线？因为它要涉及到灯啊，灯信号。对，还有很多，像这传感器，我们把它从之前的地方移出来 ，relocation。哦，就这个圆圆的这个东西是传感器，对，停车传感器、哦。然后这里摄像头，你看。哦，这摄像头。之前是在这里，这个绞盘的它这个 control box 我们也是单独卸下来的。哦。好，那看来这个工程也是不小呀。对，这是很复杂的。然后这些延长线，因为它之前是在一体的，嗯，它是用铜板，现在是把它分开了嘛，就得用线把它连起来。好，来采访一下爷爷这几天工程的感受。嗯，很有体验感，是吧？很有成就感。嗯，这辈子第一次做这个。对对对，重在参与。重在参与。嗯、不愧是技术质检人员，嗯、做活就是细。嗯。最重要的一步，把它切了。开始了。今天风和日丽，乖乖在休假。然后呢？哇，这有个大工程是不是？你要在做什么？把这个铺霸，保险杠是吧？放在车上。而且我们还有爷爷，还有爸在帮忙。爸好呀。您被分配了什么任务？我在打小工，小工，收费收费。这爷俩今天一大早就给把车拆成这个样子，这里还有一个吊车。啊，所以你要先把以前的卸下来，才能要把它割下来。哦。这工程看似挺好的，上阵父子兵，齐心协力。这个感觉可爽。啊？感觉可爽。可爽。以前没干过这活。是吧？也是第一次干改装车的工作。可以。不是，都到这里了。好。行。爷爷迎来了退休的第二春。新的事业，改行了。啊，对，你有教爸怎么蹲下来拿东西吗？嗯。啊。果然，男人多大都是男孩子。小时候玩改装的小赛车，长大了改装真车。第二天早上，今天应该就能完工了。昨天把电线，
哇，就是一上午的工作，然后这两个差不多一穿，真是费劲，螺丝对不上。把手套脱了，挺好的，戴手套上。